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垃圾分类莫慌哦，救命！你看见我的小熊了吗？看见你的小熊了吗？熊，你、啊、小熊啊！你这个人怎么不正经？我还好吧，偶尔会不正经一点。你会介意吗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，你就把你最真实的那一面给我好吗？我这就是我真实的样子，会有点猥琐。你喜欢猥琐的人吗？听你声音不像啊，听你声音我觉得你应该是有点直的。听我声音就可以听到直吗？我信你个鬼。你选英雄啊，你怎么回事呢小姐姐？我，你是不是聊天跟我聊入迷了都？我想给你拿个五星差评，现在怎么办？别呀别呀，老板我错了。那你得让我舒服才行啊。哦吼，那你怎么样才会舒服？我一分钟上下几千块钱，你浪费了我五分钟，你说怎么搞？你是做什么的呀？你这么赚钱？你这个问到点了，我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卖浪漫的。好牛的样子啊，我第一次听说做这个的。我感觉你有点一愣一愣的。我是卖花的。不是，你是卖花的呀？就平时你们情人节你最喜欢什么花？我最喜欢菊花残满地上，我喜欢钞票花，我一分钟几千块钱上下，你以为？那以后我买花可以找你了，可以吗？别着急啊，别着急别急。其实我不是卖花的。不是卖花的。嗯，就知道你套路多。那你是卖什么的？我卖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怎么告诉你呢？你想一下。怎么跟你说呢？我这个工作太复杂了。太复杂了。对。你不会是某个集团那种神秘大佬吧？我是卖手机的，卖手机。卖手机的？这是你刚刚想出来是真的？真的，我是真卖手机的。那我最近想换手机。你最近想换手机？你是不是在暗示我给你换个手机？我没有，现在大家不都是用智能手机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智能手机跟非智能手机它们有什么区别？你觉得什么手机最耐用啊？ No God please no。 哦，你这个问到我了。就是用久一点的。No。 那你觉得你们出售了手机之后怎么保证手机的质量？会不会拿过来之后就不能用了呀？ No God。 你买手机不是当场验货的吗？怎么就不能用了？我怕是一次性的。你妈买菜必涨价，抄起家子，我刀呢？把妈刀。我摊牌了，我是主播。我的妈呀，什么？你是主播？对，你播撸啊撸？对，我播撸啊撸。你叫什么呀？你玩英雄联盟，如果不知道我，就好比说你去西湖，杭州没有看过西湖，去埃菲尔没有看过铁塔。我去杭州的时候真的没有看过西湖。去非洲没有看过金字塔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去关注你啊。我叫什么？江湖人称。哎，这个好帅，这个像不像霍建华？有点像哈。智勋。江湖人称。电竞霍建华，算了，电竞霍建华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哎。爷爷下象棋必备指指点点，你奶奶跳广场舞必拿不到 C 位。你笑，你别把那个肥大龅牙笑出来，笑别把那假牙笑出来。你打斗地主三四五六没有棋，